这是广东人一年四季经常煲的茅根竹蔗水，润喉去火，清甜好喝。放点胡萝卜、雪梨和这个竹蔗汤料包，都是普通的食材，可以自己去市场上买来搭配。一次性加满清水，煮开后转中火煲半小时，加点冰糖，再煮5分钟就可以了。